因为两年前来过这个地方，感受它可能它未来还是可期，然后就想到这个地方这个拍照也比较可以，非常的漂亮。这次活动啊，开幕式在23号举行，我们筹备了一系列的内容，包括文化民俗的表演、特色文旅产品的展销，还有我们一些游玩、观赏、摄影的一些活动，一并举行。期间呢，我们目前的配套设施有停车场，有游客接待中心，我们有十家农家乐，可以跟大家提供过来的停车、住宿、特色餐饮美食的服务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